你好，我是中华民国浴室放射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肖家吉。管妈多年以来不畏大环境的逼迫，拒绝承认中国的学历，维护台湾医疗的水平，保障台湾学子的医疗从业水准相关的福利，这样坚持努力令我非常的钦佩。对医事人员相关的法令修订，涉及专业的相关知识配置，诸如此类的法则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管碧玲委员，他从来不推迟，一直全力以赴，发挥他的独有的沟通长才，满足我们医疗各方面的需求，所以让我们的医疗水准一直在水平之上。假如他能够接受重任，接任高雄市长，他绝对能够升任的，一定是一个好市长。记得大家市长初选民调电话的时候，请唯一支持管碧玲，让花妈之后由管妈来为我们高雄市民服务。谢谢大家。